今天呢，我最近下载了一个绘图软体，它就是对，你用数字填色的。然后像我不太会画画，所以我就下载了这个来玩，蛮好玩的。我刚画了一个杯子蛋糕，花了我快3个小时吧。可是，要是你刚好在一个没有网络的地方，然后就觉得很无聊的话，你没有 YouTube 可以看。那像我这个人是不玩手游啦，你就可以考虑用这个。我不是在业配哦，我只是在找事情做。好，那就让我们开始来画这只猫吧。我这影片应该会分段拍啦，毕竟一个杯子蛋糕就花了我3个小时，谁知道花这多，这要多久？
好，那今天就先画到这里哦。其实我想，我应该不需要花到三个小时去画这只猫吧。我刚刚背着蛋糕会花三个小时，是因为我都是用点的，就像是这样，真的就这样子一格一格点点点。然后快画到完之后，我才发现原来它是可以用滑的，因为我一开始我是看广告才想要下载这个，然后我看到广告里面的人都这样子滑，那我就发现。我怎么没有办法滑？它会画面会跑掉。然后后来我会发现可以滑，是因为我不小心按的久了一点，然后再滑之后就发现就可以了。所以我刚浪费了三个小时去画那该死的杯子蛋糕。好啦，也就兴趣啦，所以我也没什么好怨的。那今天就先这样啦，拜拜。